外径是7.85的一个螺母。好，把它送到这个板子上来了，这边也打了2个。压一下就行，压平压平，后面那个后面那这个这个角，哎，压，好，继续打上去了，然后拿个螺丝来拧一下啊，不是拧脏，它这个内径是 M6 的，实际的话应该是 M5 级。到 M6，这个强度是很高的，而且它不会影响这个螺牙啊，内径的这个牙是不会影响的。